天魔，奢侈品来。更是一种艺术。配音演员们用声音为原本静止的画面注入了生命力，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栩栩如生的世界。接下来，请欣赏高比希、曹家豪、祝文艺带来的配音视频《美人鱼之寂寞考试》。Can I explain to me what is this activity? What is this activity? So, what is your major? Everybody's the same major here? So, what college are you in here? What college? Grade 1. First year? Yes. Okay, what are you studying? That's fashion design? Everybody? Happy New Year. Oh, okay. But what department? So is it the college of what course? For example, is it? Okay, so this is a welcome year, right? First, yeah, welcome year. But who is organizing this? This is the activity of English language school or physics school or accounting school. So what? Or just first year? Everybody first year? Yes. Everybody first year? No. Just
Can I have this one? Can I... 等着我了。
我等的模样毫不吉祥，但是不敢走你的流向，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我以为的跟随过了量，像风一样你靠近云头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过一往不往你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在旋舞恢复晴朗，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我的希望不曾可能，让委屈的感叹无法释放，最近我的伤口没生长，因为我躲在没风的地方，像风一样你靠近云头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容你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在旋舞恢复晴朗，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像风一样沉默是温柔流淌，卷卷起所有抵抗，不计较要我投降，你不就像风一样任风是沙沙作响，可惜我自后落寞，你也就没这么看叫我一个我喜欢家中小丑，但小丑谁又曾亏欠我，谢谢。这个冬天毁了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这呀。太多了，你说的是哪一句呢？不是羽绒服买不起，而是军大衣更有性价比。接下来请欣赏由杨澜、杨萌、王如歌、张子晴、彭大华、长城邦、龚鹏博、李旭龙带来的军大衣走秀，欢迎掌声欢迎。
眼光的，也是说的，一个人不少努力的，大把的一个人少的，少的一个人少的，
决定是你跟自己的我，我带来了临界的消息，可我怎么告知你这里是一个相遇。我记得这里是树荫后面有个小火山上的老树，没有见过人，他早就牛排。我记得左朋友我还走过你的树，你喜欢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只是为了可能是不错。我记得我们曾是恋人，后来战争爆发，你想看上我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收不到你的信。我们总这样冲动分离，直到从今开始想封缄对方，说的来世再见，再次失意的相聚。快来抱抱，快来抱抱。快来抱抱，快来抱抱。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位不拘多年的人，他是如此年轻，站得过去那位都是和你一样的笑。可我唱的太多关于你成长的故事，在心中的一段思念从未停止，我不悲伤的名字。你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是不是都感觉至今我是转弯，我们始终都会相见。在城市的我会把交出，在夕阳西下时在万家灯火的每扇窗下里，仍然是一个相聚。快来抱抱，快来抱抱。快来抱抱，快来抱抱，我终于找到你。都要墨镜是吧？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生短暂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及时行乐。与君歌一曲，请愿为我心而倾。下面请欣赏由孙浩文带来的歌曲《娱乐天空》，大家掌声欢迎。好帅呀，老人！我感觉起来了。
先放这呗。但是那个小游戏都点了呗，好，咱们收一下。杨家好啊！歌曲变成了负担，
表现的无奈，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的晚餐。起立。动感的舞姿展现青春的魅力，刺骨的寒风无法吹灭我们心底的热情，寒冷的冬季封住我们胸中沸腾的激情，让我们在这个冬天一起感受街舞带给我们的激情澎湃，让我们在这个夜晚一起体验街舞带给我们的异样精彩。接下来请欣赏海森林街舞社的高级粉给我们带来的街舞表演。Sorry? No, I don't. Are you going to dance? Okay.期末考试是哪一位？不是哪一位，是你把他提问。
你们千万别害怕，我们是学神，您不会怕。您请说。我大学期末考试全部挂科了。期末考试是哪一位？不是哪一位，是一晚上自学一本书的期末考试啊。这太简单了，比这个难得多。没考这么广泛，但是有专业划分的。高考没那么严的，是大学的。这大学的期末考试啊，大学有没有上过？就是每年考两次，两次都会逼疯几千万人的期末考试，明白吗？明白了，您继续说。本来我在寝室打游戏，室友说我很强，谁不知道？然后告诉我明天期末考试就在明天，当时我还不在意，杀了一个亚索继续在线。亚索啊，第二天考完人都傻了，一张卷子上中文、英文、希腊字母三分天下，全是鬼画符。你在笑什么？我想起高兴的事。什么高兴的事？我期末没挂。你又在笑什么？我期末也没挂科。我们考的是同一套卷子。啊对。不是，是比你难一点的卷子。我再重申一遍，我没有开玩笑。啊。喂。哎，我们言归正传，那个您刚才说的那个大学期末考试，它难吗？它不是难不难的问题，它真的是那种很少见的那种，它考得很基础，知识点也不多，老师上课都讲过，讲得还很仔细。遗憾的是，那天我在机港与敌人火拼，没有听到你讲课。你欺人太甚，我忍你很久了。我中特也第一。你明明在笑我，你都没听过。这位同学，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无论多少笑，我们都不会笑，除非忍不住。不如这样，这位同学，你先会刷好题，随后我们帮你过补考。行，你们抓紧总结好吗？题上难的多看我一遍。这位同学，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同学，好，接下来也是一个游戏，然后那个是击鼓传花，传到谁手里呢？谁需要接受我的提问？可以吗？就是上面会有字，好，我选一个字，然后你们需要一个需要说一个诗句，然后里面由我选那个字。这个乖的。好，我说题目前。然后我们一会会放音乐，然后传到谁手里谁就答，你要。传到谁手里，谁就选上面的一个字作为花，跟那个被花定差不多，但是转换了种形式，就是传到谁先说选一个字先，然后说一句说一个带这个字的诗句，然后再接着传，直到没有人接上之后就有惩罚。有小惊喜。准备准备，开始刷开始刷，快刷快刷快！
现在你先从这里面选一个字可以。花，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哦。是，不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春风，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需要带八字，山头雪夫一无路，然花明又一春。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个也这个您说过了应该。这个应该是说过了。你说接受一个惩罚，你不能再说了，你就接受惩罚吧。
哦，是，但是没有那个女的。天天字，天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第一排的，我都看一下有谁啊？来，杨硕啊，宋金玉，夏康乐啊，李守民，陈世忠，马子恒，等会儿一人来一个啊，好，可以，好，可以。这样子，等会儿点到这几个人啊，每个人来一个小惊喜，咱们直接一个小惊喜。介绍他这个剧情嘛，就是说啊，三宝去相亲啊，然后到那块儿
啊，这人正吵呢，结果呢，直接上重点，别啰嗦。孙小宝跟那个海燕说：“海燕呐、啊，你得长点心吧。海燕，你长点心吧。15秒钟答不上来，就必须接受惩罚。15秒是不是有点长？10秒吧。8秒。一个题目都是倒数。姐，姐。
我谁我死，刘宇担心赵汉卿。我信吗？行不信？就这样的。不行。下一位，下一位，继续，继续，继续。好。好。这玩意儿行吗？你？张鹏，就是你了，就是你了。张鹏，还是鼓，还是鼓。他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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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个到就那个张景的事，不用你，你没看过那个他们不给你两个了？那直播我也不知道，没看过这个歌。对对对。Thank you.
好好吃饭，你说什么可乐？给我欧巴，给我欧巴，欧巴过来啊！我要欧巴，我要欧巴，欧巴过来呀呀呀！欧巴过来，大吉呀，大发财！欧巴过来，大好啊！啊，给我欧巴，给我欧巴，我要欧巴，我要欧巴，给我欧巴，给我欧巴，我要欧巴，我要欧巴，欧巴过来。谁能前进？一前进！啊！一号前进啊！出了答案，演了不是本心的情歌，是吧？
天上可能到了拥抱它成长，才用气球飞到了别的土壤。感情需要人接班，接近换来期望，期望带来失望的恶性循环。短暂的总是浪漫，漫长总会不满，烧完美好青春换一个浪漫。暖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身旁，让生死暖的就换心出狂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关系太美的保养。回忆是转不到的愿望，我自就变得暗，可惜它太美，消失于翅膀。阳光在身上流转，黑色又变成美人。我们心不停地想看落地到天荒，需要到永远。每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人身旁，让生死散了才看清楚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爱情白费的保养。我一直抓不到的愿望，我自就变黑暗，可惜这个悲伤是一起老。阳光在身上流转，等风又变成黑月亮。爱情不停站，像渴望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你不用失望，等虚荣消失，为了最美的平凡。好，都吃啊，真的，他们吃过了，吃过了。保护森林，熊熊有责。破坏森林，后果自责。听到这两句话，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没错，我想到了贯穿我们童年的动画片《熊出没》。下面请欣赏由赵思颖、毛队、赵凤仪、赵思雨、李科、王福科、毕太基、李佳红带来的《熊出没》。Do you want to sit here with me a little bit? Yes. Yes. Yes.
这首歌曲欣赏由大凡和余梦露带来的歌曲《有点甜》，大家掌声欢迎。Your name? Yang Nan. Yang Nan? Yeah. Thank you.
小小的年纪还没读过春的时代，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说话的说话那么可爱。每天上课下课都会有你的陪伴，每一天内容我都不喜欢。写不开的情书，爱不和你抹的脸，到底有多少个答案？我只想给你说爱，你算不算不相爱？我还不还搞不明白。我到底是想牵你成长，能够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对你对你说爱，等了一个礼拜，已经还以为你不在。有你让我想让的想下来，忍不住的想期待，因为爱。这么大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却被你甜甜的笑给打败。你眨着大大的眼睛，哦，那么可爱，好想把你抱进口袋。其实我和你的朋友想和你去玩耍，可是没有机会跟你说。你的每个一般都是你的心中，这片春天黑的角落。你的想给你爱，是想想想爱，我还不明白。但我只是给你微笑，但我给你肩膀，你一直为你更紧张。我好想对你说爱，等了几个礼拜，我只想给你秘密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害怕不明白。快乐的时光给你分享，难过的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跟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几个礼拜？心还以为你不在，有你的话，我难得想下来，忍不住微笑期待。生活的琐事、矛盾和人物生动形象的展示出来，
接下来有请郭浩洋、李志达、王振杰为我们带来的小相声，大家掌声欢迎。大家晚上好。好。你好。然后郭浩洋今天为什么没有来？那么这个麻烦我们在宿舍躺着呢。为什么？为你问。你看他为什么在床上躺着？因为他学习学得太累了。我觉得不是学习学得太累了。二的。他昨天熬夜，你才熬了几点？三点。三点，你没听见？我听见了，听见。喂喂喂，然后问你们，马上就要元旦了，大家回家有什么安排？杰哥，你有什么安排啊？每次回去，我们总得出去玩，总得掏钱，但是，要挣脱。然后如果大家想要挣钱的话，告诉你们一个很好的方法。如果有一台时光机的话，我劝你们拿这台时光机回到1990年，到杭州找一个叫马云的人，请他吃饭，给他钱花，跟他做朋友。他会告诉你，你的未来不是梦。但是没有时光机没关系，我现在告诉你们一种另一个方法。就在此时此刻，一个叫王振杰的人，你请他吃饭，给他钱花，跟他做朋友，他会告诉你，你的未来不一定哦。然后曾经在中国体育彩票上面，我看过一段话，人家说，其实你有千万资产，但是你想要打开它，需要一把钥匙。每一次你都要花2块钱来买彩票。然后在去年卡塔尔世界杯中，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我也就是为了去买彩票，当时。第一场阿根廷踢沙特，当时我的朋友们跟我说，这场你买不买？我说那阿根廷肯定必胜了，于是我毫不犹豫买了100块钱，阿根廷胜，赔率是1.83吧。然后那场最后爆冷了，沙特赢了，我100块打水漂了。然后第二天德国踢日本，我说那小日本人那会能踢过人高马大的德国战车吗？然后我又买了100块钱德国胜，结果那天晚上德国又输了。当时我只听见主持人那个解说员贺伟说道，贺伟的原话是德国的主教练恩里克曾经在世界杯上拿过冠军，捧起过大力神杯，但他知道如何获得世界杯冠军，但是他的球队目前没有可用的人才，然后德国的球迷希望德国能够踢出来像贝多芬的音乐一样强烈而激情的不朽咆哮，但是他们踢出来的像是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人们在当中响起了著名的乐章《诸神的黄昏》。再见，德国人，我的100块钱又打水漂了。然后第三天，韩国踢乌拉圭。然后我说前两场买欧洲球队都输了，亚洲球队沙特跟日本都胜了，最后一场咱买亚洲球队，咱买韩国，但是我的朋友们说
我买啥哪个球队就输，然后他们买对面赢，我买韩国赢，结果那场平了，我们的钱都打水漂了。然后还有呢，该你是咋了？你不是说你刚才说你想说的？没有了。那行，那最后元旦我再送大家一句，足球上的一个非常好的话，胜利绝不会像山坡上的蒲公英那样唾手可得，但是，请不要相信胜利绝不会像山坡上的蒲公英那样唾手可得，但是请相信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哪怕粉身碎骨。谢谢大家。你是否有一个十分想念却又不敢联系，放不下却又不敢掰了，深爱却不敢纠缠的人？我怎么感觉你有点 emo 了？没有，就是突然想起《肖申克的救赎》里有这样一句话：总有一天你会笑着说出曾经令你痛苦的事情。那么有一首歌可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下面请欣赏由杨学正带来的音乐《他说》。大家好，我是杨学正。他静悄悄地来，他慢慢地走着我，这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他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为你的付出在折磨，而是我的所谓是不是爱我也离开不去，也是留有几座怎么办最后一步一步的路，为你想成为还想同我放弃为，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怀疑没错。Thank you.
只是在还有一个来不及的时刻要记住，怎么告别我的回忆像结尾，但结果的结尾曾说的无所谓，我把一点一点摧毁，看不到眼泪，不管有谁的眼泪，也在有谁，他还是都不醉，今后不再有天地。我是只是害怕清醒，等不到天黑，也不会再挽回，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怎么说都无所谓，我爱你，最贵。我甚至是害怕清醒。展示着青春的风采，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个团体舞吧。请欣赏由张根博、王东浩、李琦、郭树豪、詹宇涛、张琦、韩庆林、何志浩、陈振宇、陈继庸、管顺豪、韩立荣带来的《歌舞山》，大家掌声欢迎。年轻的我们喜欢追逐梦想，但我们更加喜欢炫酷的感觉。一把吉他，一首歌，更显得温文尔雅。下面请欣赏由杨耀坤和关腾蛟带来的歌曲《成都》。Thank you.
我掉下眼泪，我却洒下酒，让我你都知道，不知你难留。如果还要走多久，你牵着我的手，让我看到未来的是挣扎的自由。夜总是在酒里，回忆是思念的酒，深秋冷雨的垂柳，亲吻着我的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没忘记你。成都分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都也不停留。你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雨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杨坤老师，今天的元旦晚会在欢声笑语中即将落下帷幕。在这里，我代表全体工作人员向大家以最真挚的感谢和最热烈的祝福。首先，我们要感谢所有参与元晚会的演员、歌手、舞蹈家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你们的辛勤付出和精心准备，就没有今天这样精彩的演出。你们用欢声和心血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让我们在这个温馨的节日里感受到了浓浓的人情味和欢乐气氛。其次，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的到来和支持让这场晚会更加精彩，希望你们在今晚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新的一年已经到来，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我是咱们李轩田径队的，他在群里让我给我们报了个心，因为现在我们田径队是半导体和物理班的人比较多，然后数学的话就是一名，是希望大家踊跃参加我们，就是加入我们田径队，赵鑫。然后这是我们大三的学长，他也是数学。走，大家走的时候把这个把他带走。送我啊！Over!
OK， 拜拜，拜拜。这儿。